这是鹿肉，上面就是巧克力酱。大家好，我是 Toby。 今天我们在德国一个小城市叫 Tübingen， 俗称德国小丽江。今天就有一个很大的节日，巧克力节日。德国人真的是太爱吃巧克力，送巧克力，圣诞节吃巧克力，复活节吃巧克力，反正过节就是吃巧克力，送巧克力。我们的零食就是巧克力。感觉我穿越到中国。给我看一下，哇，这简直就是融化了的巧克力。全是巧克力。你喝一口吧。geil Hammer， voll lecker。这是鹿肉，上面就是巧克力酱。鹿肉配巧克力酱，我们接下来试一试这个鹿肉配巧克力怎么样。这些黑点点都是巧克力豆。那先我们尝一尝这个酱。哇，很甜，就是巧克力，有一点甜，有一点咸。我觉得肉不配巧克力，怎么可以肉跟巧克力吃一起吃？那我切一块肉试一试。好甜。这个酱汁虽然是甜的，但是肉是咸的，一起吃的话不觉得那么腻。如果你是个喜欢巧克力的人，就你特别喜欢。宝贝，要不要尝一口？是有点甜，这个肉配巧克力比想象的好吃，我推荐你们自己也可以吃一下。德国人真的喜欢巧克力，还有德国人非常喜欢工具，他们把巧克力做成工具的样子。Also wir haben jetzt eine Zange gekauft und eine Schraube mit Schraubenschlüssel und ein Hufeisen für die Kinder. Warum genau das? Okay, das Hufeisen für das Mädchen, für eine Freundin von unserem Sohn und der eine tut Maschinenbau studieren, der andere ist auch so ein Handwerker. Und deswegen was bedeutet Glücklichkeit? Glücklichkeit? Okay, ja. Ich mache zwei. Ich mache zwei. Ich hätte gerne so eine Zange. Danke. 这个视频拍完了，一代见光中不回，问我。请问德国考驾照三次不过，真的要测试 IQ 吗？考驾照的流程是什么呢？考驾照，你需要先做视力测试和学习急救课、理论课，每个人至少要上12个课时，然后就可以考试了。然后需要上路，至少是8个课时，还要开一些必须课时，比如高速，还有夜间行驶。最后就是上路的考试了。如果你6次考试都不通过，就要去做傻瓜测试。一代见光中不回，非常感谢你问的这个问题。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欢迎写一封信给我，说不定在下一期我就不回答你的问题。爱你们啊，拜拜。